刚刚杜淳在社交媒体发文官宣得女喜事，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个她。妻子王灿在评论区留言：嗨，我们的小蛋饺。杜淳还感叹：你好爱这个小名啊，所以女儿的小名真的叫蛋饺吗？据悉，日前杜淳被拍到手提婴儿篮带宝宝做检查，今天就官宣了生子喜事，恭喜呀！小名不是叫小蛋饺吗？不想叫蛋饺，那是我妈想的呀，我不想。一说他叫这个，大家就乐。那人家包文婧的孩子叫饺子呢，那别人没笑他。包贝尔跟包文婧身上没有饺子的梗，我身上有这个梗就不能叫。什么叫梗啊？您知道蛋饺肉丝吗，小姨？我知道啊、嗯，哦，这叫梗。你说男孩子还好点，对，男孩无所谓，高高兴兴无所谓。如果你要是个小女孩，不好。如果是男孩，就叫蛋饺。